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邓伦。现在男士李荣越来越成熟，保持一个完美的形象，不仅是对自己的负责，也是对他人的尊重。现在我就来给大家示范一下，想要做一个型男出门必备的步骤。护肤无论男女都是必备的步骤。一般情况下，男士的护肤会比较简单，只有防晒就可以了。但是为了上镜好看，我还会用小鱼瓶。小鱼瓶是一个精华乳，涂到皮肤上的感觉，很湿润，味道闻起来也很清晰。那在天气比较晒的情况下，你还可以给你的男朋友备一瓶防晒霜，防止晒伤。据我所知，至少90%的男生都会自己给自己的头发造型，我也不例外。每次出门前都要收拾收拾头发。通常情况下，收拾头发我会用到两种东西：第一，干胶；第二，发泥。首先呢，我们会用吹风机把头发的发根吹起，再用发泥抓出一个基本的造型来，最后干胶定型。今天我跟 Cosmo 一起分享一下我的随身包。第一件物品，眼药水，在拍戏很疲惫的一下会滴两滴眼药水来缓解疲劳。第二个，小瓶的干胶，这样能随时保持头发的造型不会乱。第三样东西，美肤宝的小浴瓶，每次拍完戏卸完妆以后皮肤都会很干，那我就会马上抹上小浴瓶。小浴瓶还有一个名字叫做原萃雪颜精华乳。好了，今天我的分享就到这里了。